哇，阿浩，听说今天这场是个意思啊，放心打。今儿比赛场地在哪？来，啥呀？不会吹不？不管了，上吧。阻挡犯规，阻挡犯规。他们后面撞了我，凭什么是我做犯规？我刚看得很清楚啊，你这虽然是往后退了一步，但是你不管正面还是背面背对人，你都是一个向迎的过程，撞到进攻人，你都是阻挡犯规。哎，你会不会吹啊？你能会不会吹？你能说什么比点不点？什么话啊？你可以说我的上黑，但是你不能说我的脸，我靠脸吃饭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冷静，我们裁判想让人信服，一个得体的游泳一保必不可少。